爱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永烈，我们是白文鸟。大家好，我是白白，我是大文。那叫高追啊。那这家店呢，其实它是以标榜就是以海鲜非常非常有名。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胆煎蛋。这个海胆煎蛋哪里厉害呢？它里面有半斤的海胆呢，而且是从澎湖直接送过来的海胆哦。所以澎湖的海胆吃起来有一种海水的味道，特别的不一样哦。那这个嘞？这个呢，它叫做陶锅焖虾。你看，这下子真的超大片的，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有多大片呢？你看啊，比我眼睛还大片。很容易，非常容易耶。没有，它真的比手还大，真的非常厉害。而且它肉非常非常的结实，很像就是平常有在健身的感觉。哦，所以它算是明虾界的潘洛迪。没错，没错。哎呦。呢是在台湾大学旁边呢，就是一家 CP 值非常高的餐厅，叫做是感恩小馆，那个叫做是乡村早午餐。对，最特别是这个东西，我把它誉为是我们台式的棺材板。它外面这层面包啊，是那个法国面包，但它里面有一颗半熟蛋。哇，大爆浆哎！而且蛋黄颜色很漂亮，对，它是真的很好的土鸡蛋。好，接下来换我这一道，这一道呢就是一道意大利面，它叫做椒麻酱意大利面。它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活生生的椒麻被打在这个酱里面，加上这个新鲜的煎干贝，你看它这么的厚，我直接一口就进了啊，敬大家，大家干贝。干杯！今天要特别来介绍一个这个草莓莓果香草蛋糕，它虽然是小份的，但是它这个水果没有在给你手软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里面有蓝莓耶，有蓝莓，好吃，太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感恩小馆哦，感恩，干杯啊，干杯啊！